博士零七号是个机器人，是的，你看的没错，我正在追捕一头呆呆呀，他停车了，咱们绕场一周观察一手。下车后啊，准心对着他，看来这个呆呆呢没有想跟我打架的意思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咱们就送他个见面礼。好家伙，出来的时候还给我磕了个头，哎，太客气了，那就送他去下一班飞机吧。哇，两个超级空投，不过后面这小子很猖狂啊，疯狂的扫射我。 OK， 直接投掷物安排他，这波操作呢叫螺旋式丢投掷物，丢着丢着呢就绕到了他屁股后面，可惜呢他被我给炸倒了。走走走，舔空投去。随后呢我就逮到了一个落单的满编队，哪里顺势呢再补颗雷，车后面好像还有一个，漂亮，完了没子弹了，赶紧换呀，怎么又来了辆摩托车啊，哎，有惊无险，脸上好像还有人，不是，这就灭队了。再然后呢我就到了决赛圈，先是压倒了一头，最后一头呢好像在前面草丛里，直接给他一句，哎呀咋不死呢，有点假了啊，再来一句，还不死啊，我不信了，给我死。终于搞定了，兄弟们，这小子穿的几级防弹衣啊，竟然可以扛住 AWM 三枪，厉害。